徐默默，没想到你不惜自尽枕席也要和我提离婚。我等你这么多年，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这恶毒女配简直暴殄天物啊！她居然为了凤凰男要跟她的天灿老公离婚。这要是换成我，离婚，就算她365天天天不回家，在外面养个小三、小四、小五、小六，我都能给她伺候的明明白白的。是我对不起你。我把第一次给你，你放过就好，好不好？你们是谁？我怎么会在这儿？这就是你说的再也醒不过来了。这，徐默默，你为了跟我离婚，还真是煞费苦心。既然这样，我叶思涵答应你。离婚？许默默，家人们谁懂啊？启蒙了我穿书了呀！我不跟你离婚，叶思涵，傻子才跟你离婚。许默默，你要做什么呀？我不是许，我总不能说我是穿书来的吧？开玩笑，借不烂群书一招穿越。怎么会成为一个恶毒女配呢？不行，这个叶夫人的位置我必须坐稳了。徐默默，你又在干什么？不过，这个叶思涵果然是又帅又好。徐默默，你的命运就由我来改写。医生，他脑子坏了，快帮他检查一下。不，老公，你就当我之前说离婚的话是个屁，心想个放了吧。啊，徐默默，你给我撒开！我不下来，你不答应我就不下来。姐夫，北北醒了，你快去看看吧。姐，你这是？姐姐，叶思涵那男人没结婚就有了私生子，你嫁过去就是给他们父子做保姆。许欣然，原主的妹妹，从政八二年老绿茶，打着真爱无敌、心疼男主叶思涵的名号，怂恿许默默离婚，改嫁凤凰男残浩然。姐姐，你终于醒了！你怎么这么傻？你再怎么想离婚，也不能用给北北下毒做筹码呀！我没有。啊、徐默默，就算你恨我想跟我离婚，可你怎么能对北北下手呢？什么昏迷啊！我不知道，我看书还没看到这儿呢。看这笑容，肯定又是徐欣然搞的鬼。如果让我知道北北的昏迷跟你有关，我饶不了你。我跟你一起去。北北，北北，爹地，我头好晕啊！到我表现的时候来了，温柔后妈这个人设，我当定了。北北，以前都是妈咪做错了，再给妈咪一个机会，好不好？你不是我妈咪，我的妈咪是不会下毒害我的。北北，我北北不想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吗？思涵，你相信我？够了。你做这些不就是为了逼我跟你离婚吗？好，我答应。想要钱还是家产？完了，叶思涵是真的铁了心了。按照剧情发展，离婚后我就被渣男渣女给害死了。金主爸爸，我绝对不能失去你啊！我都不要，我就要这个家。不离婚？好啊，我倒要看看这次你能装几天。出去！出去！姐姐，姐姐，叶思涵要是知道你为了离婚给他儿子下毒，他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的。你得尽快帮浩然哥夺走叶思涵公司啊！可我下毒这件事，从头到尾不都是你在说吗？欣然，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你故意挑拨我和叶思涵闹翻，好让我听你话？姐姐，我他怎么突然变了呢？炸两句就怕了，还以为有多大的能耐呢。罢了，先下到这儿吧，接下来我慢慢玩。
欣然，我做事自有安排。说吧，还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做的？啊，浩然哥和叶思涵在竞标东城的项目，你去把标书偷拍下来发给我们就好。没问题。徐默默，你又在玩哪一出？爹爹，你是不是不想让那个女人走？爹爹只是不知道她到底在想什么，但是伤害北北的人，爹爹一定不放过。哼，小绿茶，这点招数都想对付我，我试试。我可是重度爽文爱好者，稍微动点脑子就能把你打得落花流水。许默默，医生说你脑子撞坏了，需要静音。我运动运动运动。刚才为什么让我听到你和许清然的对话？因为我想向你证明我的真心。是吗？那你证明给我。证明？怎么证明？对，是言情小说，肯定是让我亲他。许默默，你在干什么？不是你让我证明的。总裁，你们继续。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也什么都没看到。爹爹，我回去睡觉了。陆文，站住！什么事？我查过了，昨天小少爷喝的牛奶里并没有毒药，小少爷应该只是单纯的发烧晕倒，和夫人无关。原来玄芷还没丧心病狂，跟个小孩下手。抱歉，怕他误会。北北，北北，给雪阿姨道歉。天哪，这什么神仙男主，有嘴还会道歉？玄芷到底是哪里不满意？对不起，你没有给北北下毒，你也没有太坏。北北，是妈咪对不起你，之前是我做的不好，再给我次机会好不好？那我勉强再相信你一次。总裁，夫人好像变得不一样了。去查一查曾浩然那边有什么新的动作，人不可能无缘无故。要么就是换了。希望你不是为了他才留在我身边。你说许默默不肯离婚，还主动讨好叶思涵。是啊，浩然哥，从刚才见面到现在，你一直都在讲我姐姐的事情，难道你就不关心我吗？当然关心，必须要确保许默默对我死心塌地，这样我才能更好赢得叶家家产。这就是豪门阔太的生活吗？啊，太幸福了！哇，也太爽了吧！这人是谁啊？是我吗？也太美了吧！完蛋！是我的吧，都是我的，都是我的。这么大块，漂亮衣服，我来了。漂亮。越想要变成鸟儿在飞翔，我想你的笑容刻在我的心上。这是什么吗？天到晚上，太美了吧。许默默，是泼天的富贵也轮到你咯。泼天富贵。叶思涵，我开玩笑的，这里是你的房间吧，我马上就走。
我是个正常的男人，暂时没有分床睡的打算。这就要开始了，不愧是言情，不知道霸总那方面是不是也和小说里一样，同一个人真的会变化那么大吗？或者根本就不是徐某吗？他已经做不了假，他真的是徐某吗？不用紧张，我睡沙发。这就结束了？你该不会是不行吧？你说什么？我的意思是，你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嫌弃的。啊！你看来摔坏脑子把记忆也摔。叶太太，我不介意帮你重温一下。不用了，不用了。放心吧，我暂时对您没有非分之想。同房睡只是为了北北，不想让他想太多，没有安全感。欺人嘴短，拿人手短，看在你养我的份上，我就全心全意做一个好妻子、好太太。记住你说的话，明天晚上陪我出席宴会，看你的本性。默默，我很担心你，明晚宴会期待见到你。看样子渣男要登场了。交代给你的事情你都记清楚了？放心吧，浩然哥，不过对付许默默下药也太多此一举了，他看到你都花痴的走不动道呢。啊，那是叶夫人吗？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姐姐，你终于来了，浩然哥可是等了你好久呢。这个死苍蝇怎么赶都赶不走。欣然，你当着我老公儿子的面说这种话，会让人误会。是我失言了。默默，我一直在等你，听说你受伤好些了吗？多谢岑总关心，我这是心病。少看点脏东西，多看看我老公这张帅脸自然就好了。当然了，还有我可爱的儿子。老师说属火会长长鼻子。那就好，我还特地给你准备了药膏。我们叶家还不缺这点东西，我自己的夫人我自己会照顾，不劳费岑公子费心。是啊，老公，我好像脏东西又看多了，好恶心。我们走吧。今晚该怎么做你最清楚，我得到了许默默，对你也有好处。戏演够了啊，谁说我是演的？我可没说谎，有你们父子，我可不愿意再看那些脏东西。许默默，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我去应酬一下，你在这里看好北北。哦，北北，尝尝这个，可好吃了。我不想吃。真的好好吃，你看，给妈妈一个机会嘛。就一口。嗯，好吃吗？一般般。口是心非，从小就有霸总的气势，不愧是霸总的人。这谁家小孩没长眼睛啊？一会儿把我孩子撞坏，有你们好看的？一会儿把我们家孩子撞坏了，有你们好看的？你这死丫头，带着你家孩子，你竟然敢打我！敢没敢？你的脸没敢丢。这第一个巴掌是让你闭嘴，第二个巴掌是你推我儿子，我还给你的。要是为了保护我才动手的，他已经从来不会这样了，还挺帅的。你这个小贱人，你告诉我你是哪家的？我非要我老公扒你层皮。不许动我妈咪！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的夫人儿子。李老板，令夫人平日家教就是这样的吗？哼！叶总，这都是误会，还不赶紧给叶总夫人道歉。叶夫人，对不起，是我有眼无珠，是我狗眼看人低。走。老公，你来的可真及时，真有霸总风范。果然具有霸总撑腰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我让人给你订一件新的礼物，你去休息室换上，快。
梦梦，陈公子，你这样别人会误会我们关系的。我们什么关系？你不是最清楚吗？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再这样我就喊人了。你说过心里面就只有我，可为什么帮着叶思涵？难道你爱上他了？我真想给这渣男两个耳光，让他照照镜子。不喜欢他，难道喜欢你这个癞蛤蟆呀？不行，我要彻底摧毁渣男渣女的阴谋，不能这么快撕破脸。浩然哥，我这不是为了获取叶思涵的信任吗？不然很难偷到策划案。你说呢？徐嬷嬷，原来不离婚只是你为了陈浩然下的又一步棋。很好。老公，完了，老公又要误会了。姐姐，你找什么呢？来，咱们姐妹俩喝一杯。徐嬷嬷，这药我可是下足了量，等着瞧吧。这段剧情我熟，许欣然给许嬷嬷下药，想让她被迫听从安排。好在我早有安排。哎，不好意思啊，没拿稳。没事，我去再拿一杯。姐姐，这一次可拿稳了。不行了，妹妹，姐姐头好晕，我想先休息一下。马上了，姐姐，只有几步路就到了，浩然哥哥还等着你呢。浩然哥给自己也下了药，就算叶思涵查出来也没法指认我们。徐嬷嬷等着吧，走吧，姐姐。我们不懂妈咪许阿姨了吗？不懂了。爹爹，你是不是又惹她生气了？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别乱猜。北北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北北要和妈咪一起回家。哎，快，你们快看一下，有人在休息室偷情被发现了。你们快看，那不是陈公子的鞋吗？还有那礼服是叶夫人的。让开！陈浩然，许欣然，今天为啥就搞一起啊？他们真是迫不及待啊！你看，哎呀，啊，你怎么在这里？我不知道，明明是我姐姐。老公，你终于来了！刚刚不知道是哪对狗男女，一进来就热火朝天，那动静我都不敢出来。你说的是他们吗？妹妹，你怎么这么不知检点啊？徐嬷嬷，是你害我，明明是你喝醉了我送你来的，为什么现在我躺在这儿？你怎么在这儿？我还要问你，你明明知道我喝多了要休息，你为什么带别的男人进来？我老公，人家差点就被欺负了。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陈公子，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刚才的事情解释一下。这是什么？这个一颗是解药，不管遇上什么迷药都能解开。另外一颗嘛，就是许欣然吃下的。所以你刚才差点被下药了？不是差点，是我已经被他们下药，还好我聪明早有准备。啊，不好意思啊，没拿稳。没事，我去再拿一杯。我一个穿书的还玩不过你们两个纸片人，还好早有准备，自食其果，臭苍蝇。而且我趁他们中药，把陈浩然 U 盘复制了一份，快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
干嘛这么看着我？我可是为了你铤而走险。I love you, the good wind I owe, only you. 눈을 감아봐요, 바람에 흩날려 온 그대 사랑. Whenever, wherever you are. 那什么，你吻技进步不错。徐默默，你在说啥呀？有这么煞风景的吗？不要再冒险了，哪怕是你，也不行。这次多亏了夫人，曾浩然的 U 盘里有不少贿赂资方的证据，还有不少对我们不利的资料。这次我们可以提前做准备。总裁，总裁，啊，陆文，我问你个事。您说，您是想提前对曾氏下手？你说，如果一个人忍不住想吻另外一个人，是因为什么？那当然是因为喜欢了，谁会没事去大街上找一个陌生人去？等等，总裁，您说您对夫人……当然不是，你可以走了。今晚再定制十件新的礼服送。哎，总裁，社畜的命也是命啊。怎么还是这么脸红啊？是不是解药还没吃够？到底哪个是解药来着？算了，不管了，就这个。小熊在森林里遇见了一只小猫，计划一起去捕鱼。Daddy， 偷听别人电话是不对的。我刚刚误会他一次，不应该再怀疑他。爹地，你是不是不喜欢那个女人给其他男人的备注？要不你给她手机打个电话看自己的。你说的有道理。爹地，她好像都不愿意给你一个名分。快睡觉，许默默。嗯，别不许看，快回房间睡觉。弟弟，我的房间在那边。这里，这里，这里，我快点。老公，你帮忙，我真的好热。雪默默，你吃什么了？没有吃什么呀。哎，你吃错药了。你怎么这么弱呀？叶思涵，你是不是不行啊？你没病就去治病，有病别憋出病了。徐默默，你说我行不行啊？如果今晚睡醒再提离婚，我绝不轻饶你。英雄难过美人关，爹爹也不例外。妈咪会一直保护你的，无论什么时候。他当我妈咪好像也不错哎。不愧是八总，体力不是一般的好。这次又要去哪？这次你又要去哪里？老公，你醒了。这次不提离婚，打算直接跑了。许嬷嬷，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不是要离婚。我只是有点不好意思。看他这样，是真的没反悔？难道他真的变了？
既然不打算走，解释一下。什么？该死，分手到底在干什么？结了婚还偷情？老公，你听我解释。你看，给我打电话的不止他一个，还有一个陌生人。是吗？这个陌生人就是我。老公，你听我解释。许默默亲眼看见我跟许欣然上床，肯定不会再帮我了。我还怎么对付叶思涵？岑总，许小姐找您。岑总，许小姐找您。默默，我一直打电话给你不接，我还以为你生气了不理我。癞蛤蟆差点砸了我的豪门饭碗，看我怎么胜！悔不当初。我的确生气，浩然哥哥，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你怎么能做出这么让我伤心的事情？看来心里还是有我的，这就好办多了。默默，我进房间就晕了，肯定是叶思涵搞的鬼。想想你误会我，你相信我，许欣然简直跟你没法比啊。还给我老公泼脏水，那我就只能让你和许欣然不咬狗了。浩然哥，那天其实是欣然把我锁进衣柜里的，他还说要让我亲眼看着你们是怎么在我面前恩爱的。妹妹，浩然哥哥好像很讨厌你啊，不信你听。这一次看你娘不玩死你们。哼。许默默跟他见面这么高兴吗？陆文，给我盯好岑浩然，有任何动静随时向我汇报。是。老公，你今天怎么这么热情啊？我问你，你今天去哪儿了？现在还不能告诉叶思涵，否则就不够惊喜了。我今天就是随便走走，你看我还给你和北北带了好吃的。徐默默，你脚踏两条船，还踩得挺稳的。我，爹爹，晚上还有事不回来吃饭了。叶思涵肯定是误会了，哄不好大的。就从小的下手。你给我来一下。不愧是霸总的儿子，从小就这么有范。北北，你是不是有秘密要跟我说呀？你现在又要反悔离开我们了吗？北北这么问，是不是也不想妈妈离开了？是，不是。北北说过只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是不珍惜，我就再也不会原谅你了。妈咪发誓，妈咪这次绝对是诚心悔过，再也不会离开你了，好不好？哼，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真是欣然干的，可他为什么？浩然哥，我都拍下来了，你还不相信我吗？默默，我当然相信你，不过你别忘了，叶思涵的标书你还没把它掏出来呢。要想让那对狗男女彻底遭到报应，不毁掉岑氏怎么行？眼下必须获得岑浩然的信任。标书果然在这儿。对不起了，叶思涵，我这是为了大计。完了，叶思涵回来了。
还好没被发现。老公，你听我解释。为了替岑浩然拿到标书，这些天真是难为你装乖讨好了。不是你想的那样。那你告诉我，你背着我私会岑浩然，回来就偷标书，你不是为了他，那是为了谁？徐默默，你到底把我当什么？我，他看上去真的很难过，我是不是不该瞒他呀？徐默默，你就真的那么喜欢岑浩然吗？为了他什么都愿意做。好，标书给你，找个时间把离婚协议签了吧。不是这样的，我偷标书不是为了帮岑浩然，我是想要引他上钩。给我个相信你的理由。我不是以前的徐默默。你说什么？你说什么？糟了，我刚才一时心急。我是说我真的悔过了，之前我被他们蒙蔽，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现在我只想让岑氏倒闭，让他们付出代价。继续说。我偷标书是为了想伪造一份发给陈浩然，这样既可以获得他的信任，也能让他赔得血本无归。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告诉我？因为我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徐默默，你现在什么话都说得出口？我说的都是真的，不信我可以把手机里的照片都删掉。我怎么知道你身上没有藏其他东西？我没有，难道你让我脱光了证明给你看？好。啊？怎么不敢？我脱！如果这样能让你相信，我脱就脱。行了。叶思涵，那你现在相信我了？徐默默，最后一次，不要再有事情瞒着我。你不是想跟岑浩然赢？好，我陪着你，在这里。总算改好了。你拿去吧，以他的智商，肯定会赔本。发给他，顺带把他备注改了。早改了，他现在在我的手机里是超级无敌大贱人。你满意了吧？那我呢？宇宙无敌第一美男，我最爱的豪门老公叶思涵。口说无凭，那你怎么证明给我看看？你是最爱我。默默，你真拿到了！太好了，你等着，等我摧毁了叶家，我就把你抢回来。浩然哥。浩然哥，我还有点事，晚点联系。你来做什么？你刚刚和谁打电话呢？我这是什么时候轮到你插手？浩然哥，许木木他已经背叛你了，你还要为他伤害我吗？背叛？可他刚才明明给我拿到了叶思涵的标书，倒是你许欣然，坏我好事，我可饶不了你。许木木，你居然算计我！岑氏对夫人提供的情报深信不疑，听说岑浩然不顾众人反对压低价格，甚至变卖手中部分股权以填补现金亏空。他的确聪明，能想到这样的办法，让你去查他事办了。夫人在进医院前和路上并没有什么怪事，也没有外人接触，所以不存在调包的可能性。不过总裁，这种事在小说里可叫做什么？穿越。以后没根据的猜想不必说出口。总裁，万一夫人真是穿越过来了呢？一切皆有可能啊。怎么可能？要不要我回避一下？那是我哪里没注意穿帮了？万一他发现我不是真的徐默默，那我的铁饭碗岂不是不保？老公，你这么着急上哪儿去？刚刚陆文说的啊，你不用放在心上，他就是神神叨叨的。果然，所有提前窥破真相的人都会被当成疯子。陆文，可惜了你的聪明才智啊！老公，我问你，假如有一天你发现我不是以前的徐默默，你还会喜欢我吗？啊？什么意思？
我这么问是不是有点太明显了？我就是随便问问，你不要多心。现在的你不就和以前大不相同吗？只要你心里有我，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都是我叶思涵的夫人。叶思涵，我好像真的有点喜欢上你了。老公，怎么是你啊？看来曾浩然对他还是留了情面。这才没过两天，又出来阻挠。姐姐，我特意来看你的，你不请我进去吗？妹妹，这多不好意思啊！你这事儿闹得满城风雨，我没先去关心你，你倒先来看我了。他是在阴阳我？不就是绿茶吗？谁还不会了？姐姐，你相信我，那天我是被下了药，不是有意要勾引浩然哥的。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那药不就是我下的吗？姐姐，你知道的，你是我最在乎的人，我怎么可能跟你抢男人呢？尤其是浩然哥，我知道他是姐姐心里最在意的人。谁告诉你曾浩然是我最爱的？什么？我最爱的人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就是叶思涵。至于曾浩然，不是妹妹你的心上人吗？姐姐，你说什么呢？听不懂。你和曾浩然不是早就搞在一起？你们三番五次劝我离婚，不就是想让我抢走叶家的财产，让你们拿走吗？姐姐，你是不是撞坏脑袋，记忆混乱了？你们是给我下药，说是叶思涵为了名声要挟我嫁给他，可事实是叶思涵为了保全我的名声，用手头项目做交换，昏了你们的口。不可能，你是怎么知道的？当然是小说里看的，可惜原主到死也不知道。做过的事就别忘记。徐欣然，你直接告诉我，你的噩梦才刚开始。吓你两句就跑了，真没劲。老公，你怎么来了？当初的事情我是在你昏迷之中处理干净的，你是怎么知道的？许嬷嬷，难道你真的像陆文所说的那样是穿越过来的？你怎么也信陆文的鬼话？我是被撞了之后突然有了这段记忆。许嬷嬷，你到底要欺骗我到什么时候？我没骗你，如果你一点都不信任我的话，我说什么都没用。爹爹，你是不是又惹他难过了？有些事情小孩子不懂。可我知道他喜欢爹爹，爹爹也喜欢他。幼儿园老师说过，不应该让喜欢的人难过。等你想道歉的时候，就把这个给他。徐梦梦，如果你不能对我说实话的话，我就不能确保留下你对贝贝是否安全。即便我喜欢你，你怎么来这么慢？雪小姐，您今天来家里之后，夫人跟先生就吵架了，哪敢在这节骨眼上出来啊？万一被发现，这钱可不是让你白拿的。想办法把这个混进叶思涵的知识里，记住，让许嬷嬷亲手给他。你要是想走，可以跟爹地直接说，谋杀小朋友可是要坐牢的哦。不好意思宝贝，妈咪不是故意的。你要是担心爹地，可以直接进去看他。我是担心他，可是我担心他不想见我。老师说厚脸皮的人才会害羞，
你脸皮薄，为什么还会害羞？叶北北，要是你想放弃，我就让爹爹重新给我找个妈咪。谁说我要放弃了？我现在就去找你爹爹。成年人真幼稚。我要是进去，他又问我到底是谁，我该怎么解释呢？啊！你吓死我了！你怎么在这儿？我怎么感觉从来没见过你啊？原书中好像对叶家的女佣没有什么交代啊。这是什么？解锁新人物？太太，你要是不好意思进去，不如去厨房看看，端点宵夜给先生吧。这汤看着不错，我尝尝。哎，夫人慢着，这汤是给先生熬的。他能喝，我不能喝啊。不是，是先生有洁癖，你要是喝，不如喝锅里的吧。算了，我给他送去吧。老公，我来给你送宵夜了。放这吧。这是我亲手做的，你不尝一尝？拿过来吧。你要不要先喝一口？不了不了，你不是有洁癖吗？谁告诉你我有洁癖的？女佣啊，这女主也太蠢了吧！听信反派的话，给男主汤里下药。吓死我了！你怎么在这儿？我怎么感觉从来没见过你？不对劲啊，难道是因为我穿书了，剧情发生变化？那这碗汤很有可能是有毒的那碗。徐默默，你要干什么？这汤，我突然想起来放了两味相冲的药材，对你身体不好，你去换一碗。徐默默，我很想知道究竟有什么是你瞒着我。我给你个机会，只要你肯把实话告诉我，不管你做什么，我都原谅你。我其实，他喜欢的是真正的徐默默吧，而我只是一个鸠占鹊巢的小偷。如果我说出来了，是不是他就会离开我了？没什么，反正我先走了。陆恩，来我家里一趟，有个东西需要你拿去化验。看来他早有准备，处理的这么干净，就算能找到，他也能推到我身上。到底是谁派他来的？他到底还想做什么？总裁，检验报告出来了，汤里含有有毒物质，虽然短时间内不会造成伤害，但如果长期服用，会造成心脏麻痹甚至猝死。他竟然想给我下毒。可他为什么又要阻止我？难道真有什么苦衷吗？总裁，我觉得现在的夫人不会害你。这件事不要对外宣扬。是。总裁，老夫人来了，好像是来找太太麻烦。这就是叶思涵的母亲。霸总文学里的婆婆都喜欢拿钱赶人，她会不会也这么打算？今天我来有事和你们说。妈，你有什么吩咐？就尽管开口。他以前从来不会对我母亲这么客气，现在他真的不一样了。尽管吩咐。好，许默默，我让你立刻和思涵离婚。我让你立刻和思涵离婚。抱歉，妈，这个我不能答应你。哼，为了闹离婚，这些年你做了多少出格的事？照顾好我孙子，还给我儿子下毒，现在你不肯离婚，你有什么资格说不？妈，下毒的事情并未对外宣扬，你是怎么知道的？怎么，你为了这个女人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我还不能管了？妈，阻止我喝下毒药的是默默，告诉你此事的很有可能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你说什么？你有什么证据？这是什么神仙男子，不但相信女主，还有嘴。可惜这份好是因为书里的徐默默，而不是因为我。妈，我真的没下毒，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错事，但是这一次
我是真心想和思涵在一起。真心？我看是出的价不够吧。说吧，要多少？不行，北北不能让人破坏爸爸妈妈。奶奶，我喜欢新妈咪，不想让爹地妈咪离婚，不想他们离婚。北北，奶奶是为了你好，你忘了之前她是怎么对你的吗？奶奶，老师说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妈咪最近对我很好，我想再给她一次机会。谁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妈，这是我的家事，我会处理好的。至于离婚，我没有这个打算。只要默默愿意，我绝对不可能放手。你真是鬼迷心窍。妈，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错事，您可以罚我，我认罚。此话当真？当真。只要您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留在家里，做叶思涵的妻子，北北的母亲，我甘愿认罚。好。那就请家罚，只要你能挨得住十下，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妈，我不同意。这是他自己要求的，要我离婚，要我他就挨了。叶思涵，做错了事就该认罚，我扛得住。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好，张妈，拿家法来。妈，要罚连我一起罚了吧？人是我娶进来的，要罚连我一块罚了吧？叶思涵，你疯。一切事因皆因我而起，是我娶的她，也是我不肯离婚，该被执行家法的应该是我，动手吧。叶思涵，你别闹了，快起来。我们是夫妻，夫妻一体，你若执意被受罚，便我欺你三，你若再不肯，家法作罢，我们离婚。妈，请您责罚。好，你们当真以为我狠不下心吗？张妈，打。啊！别打了，我求你了。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徐默默，如果再让我知道你做出对不起思涵、对不起叶家的事，我饶不了你。爹地，对不起，叶思涵，是我害了你。其实我一开始不告诉你真相，是因为我害怕你知道真相之后会讨厌我。不要再冒险了，哪怕是因为我，也不行。我给你个机会。只要你肯把实话告诉我，不管你做什么，我都原谅你。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拿你当饭票，才不愿意离开你。可是到现在，我好像真的爱上你了。如果我告诉你，我和之前的许默默不是一个人。之前的许默默再也回不来了，你会相信吗？我相信你，所以你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醒了，我去给你拿药。啊！你究竟要瞒我多久？连真心话都不肯告诉我，我如何相信你的真心？其实我不是故意骗你的。所以，你是不信任我？其实我是传输来的。你的意思是，我还有北北，以及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虚构的，我们的命运早就被别人安排好的。其实或许之前是这个样子，但现在一切都变了。你看，在原设定中，许默默只是一个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炮灰女配，你也很讨厌她。可现在我是真心喜欢你，还有北北，
或许你还有点喜欢我。不是或许，徐嬷嬷，我很喜欢你。如果曾经我的命运不是我掌握，那就让我和你一起改变命运。你是说我之前穿越过一次，只是我自己忘了？之所以我之前去许嬷嬷，是因为我见到的应该是你。等到我结婚之后才发现，你们两个完全不是一个人。那当然，我许嬷嬷可是独一无二的。哦对了，我那小说还没看完，所有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了。只是我发现我们可以改变事情的走向，却不能阻止事情的发生。如果我们阻止不了，那我们就见机行事。你不是帮我送了陈浩然一份大礼吗？那我们就抓住机会，将计就计。怎么了？哎呀，老公你怎么还是不相信我呀？你给我下毒事情证据确凿，不对外宣扬是怕丢了我们叶家脸面。许嬷嬷，趁我没有反悔之前赶紧走。喂，许小姐，事情都办好了，他马上就会被赶出叶家。啊，哼，做内鬼也不小心点，这么容易就被我抓住了。啊，叶总叶总，我是被冤枉的呀，都是夫人让我这么做的。这时候还让我给你背锅，真拿我当冤大头啊。许欣然为了收买你还真下了不少功夫。叶总，我就是一时鬼迷了心窍了，您就饶了我吧。夫人，夫人求你了。想我放过你，那你就把叶思涵要赶我出门和许欣然教唆你下毒的事全说给苍浩然听。事情就是这样。许欣然竟然敢违抗我。浩然哥，我为了你留在叶家忍辱负重，许欣然居然这么对我，是想破坏你的计划呀。不，都是我不好。你放心，许欣然那边一定不会轻饶。浩然哥，我怕叶思涵对你不利，我们得赶紧兑换现金，才能保证不被叶思涵抢走。你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渣男，你的报应马上就要来了。别动，让我抱抱你。不行，不是说好去车上会合吗？你这样被陈浩然发现，岂不是功亏一篑？明知道你的计划，可我还是会吃醋。老婆，要不我们别绕弯子了？只要你一句话，我分分钟让陈家消失。不行。像陈浩然这种烂人，我一定要亲眼看见他自食恶果。那我吃醋怎么办？这样有没有好一点？陈浩然买通人跟着许欣然，我派人跟着了，我们等着看好戏吧。什么？浩然哥，快救我！救你？这些人都是我找来的。许欣然，坏我好事，这就是你的下场。上！陈浩然已经把手中的股份几乎全部使出，按照您的吩咐，这些股份我们已经买回来，堆到夫人名下。是时候告诉他们，城南项目被搁置。项目搁置，那总裁您，我从来都没有打算去争城南的项目，我只是想试探默默的态度而已。既然他打算帮我设计策划，但我当然要配合好他演好这场戏。总裁，你太腹黑了。叫上夫人一起看戏去。什么？城南的项目没了，叶思涵根本没竞标啊！怎么可能？
不可能，许嬷嬷耍我。陈浩然，给我们一个解释。陈总，你擅自动用集团资金，说什么势在必得打败叶氏，结果呢？陈氏现在成了全市的笑话。这是重大失误，你必须把董事长的职位给我让出来。闭嘴！你们有什么权利？我陈家掌控了 35% 的股份，拥有绝对控股权。想赶我下台？做梦！绝对控股，陈总，不见得。默默，你来了，快告诉他们，这些都不是真的，对不对？各位董事还不知道吧？陈总不但私自挪用公司资金，还大量释出手中股权。现在陈氏集团该改姓了。是你算计我。出去，马上从这里给我滚出去。想让我滚？这是陈氏的股权确认书，作为新股东，我有权有资格参加陈氏集团股东大会，你无权驱逐。怎么可能会有股份呢你？这只是我送给夫人的一件小礼物而已。让陈总见笑。叶思涵，夫妻俩合伙来算计我。各位，只要你们现在愿意把手中的股份转让给我的夫人，我愿意代表叶家出手相助。你们敢？这是叶家的阴谋，摆明了想吞并我们。这一切都是陈总自作自受。我愿意把我手上的股份让给叶夫人。对，还有我。陈总刚才说绝对控，现在不知道还有多少股。徐嬷嬷，你居然敢这么对我！叶思涵，你老婆只不过是被我玩够了一双破鞋罢了。放开我！你们不想活了？你敢打我？我早就想打你。你以为要不是想等着看你自食灭亡，我会等到现在？动手这种事情交给陆文代劳就可以，别脏了您的手。总裁，我也先走。给我等着，让你们后悔的。陈总以为还能去？曾浩然，你果和陈翔害我，我要杀了你！陈总，你雇人来强暴我妹妹，证据我已经递交给警方。一会儿就会有人找你谈话，陈总，你就好好享受吧。姐姐，姐姐，是真的是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不好，你三番五次下毒未遂，不知道你和陈浩然谁判的比较重。妹妹，祝你们好运。思涵，我回来了。妈，我们能那么快收购陈氏，多亏了嬷嬷。她之前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我和叶家，你就不要再生气了。是啊，妈，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不对的事，从今天开始，我会加倍对思涵和北北好，获得你的认可。哼，别以为做点小事我就能认可你。我明明记得小说里，这叶老夫人是最疼儿媳妇的好婆婆。怎么到我这变成了恶婆婆？间接骗人。你怎么了？没事，我就是可能吃坏东西了，我先去趟厕所。哎，默默。果然是穿书必备情节，逢兔必滑呀。还好我早有准备，不过我真的怀孕了。默默这么久没出来，我去看看。思涵，明月回来了。明月，
真正的女主要出现了，这个炮火女真的能改变故事的结局吗？我怎么忘记了许默默在元术里出现不过十章而已，后九十章的故事才是男女主真正的爱情故事。我不跟你离婚，叶思涵傻子才跟你离婚。该被执行家法的人应该是我，动手吧。如果曾经我的命运不是我掌握，那就让我和你一起改变命运。叶思涵，我真的要离开你了吗？明月回来了。什么时候的事？昨晚他刚回国。思涵，听说明月变了不少，当年的事他也很抱歉。如果你还喜欢他。我已经结婚了，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就不要再提了。妈，希望你尊重我和默默的感情。你可以放下，但北北呢？你别忘了，明月才是北北的亲生母亲。妈，我们说过永远保守这个秘密的。思涵，你是北北的父亲，你不可以这么自私，剥夺他和亲生母亲相认的机会。好好想想吧。秦明月，你不是说过永远不会回来的？默默，你在哪儿？默默，默默，振作起来，许默默，现在什么都还没有发生。默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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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了？思涵，等我回家吧，我好累啊。好，我们回家。嗯，叶思涵，我可以试着相信你吗？查清楚了吗？是。明月小姐这几年在国外过得并不好，也正因如此，她提前结束了留学计划，选择回国。过得不顺才想起我，倒是她一般的做事风格。总裁，这件事需不需要跟夫人交代一下？没这个必要，我和秦明月早就没关系，告诉默默只会让她多想。嗯，爹地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陆叔叔怎么来了？可是总裁，北北毕竟是你和秦小姐的亲生儿子，秦小姐回来一定也想看到北北。秦小姐是我的亲妈咪吗？为什么爹爹从来没有提起过她？秦明月选择放弃北北的那一天起，她就跟北北没关系了。哎，陆文，帘子怎么没拉？其实北北的亲生父亲不是我。北北的亲妈咪回来了，那默默妈咪怎么办呢？北北，你爹爹呢？默默妈咪，北北今晚可以跟你一起睡吗？当然可以，上来吧。默默妈咪，明天就是你和爹爹补办婚礼的日子了，你和爹爹有了新的孩子，还会喜欢北北吗？不管怎么样，妈咪都会爱北北的，知道吗？默默妈咪这么好，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她伤心的。默默妈咪，我爱你。妈咪也爱北北。嗯，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是一家人。思涵，我回来了，你应该也很期待见到我吧？
伯母，你说思涵已经结婚搬出去了，为什么我不知道？当年你不辞而别，北北还小，需要人照顾，思涵这才履行婚约，把她娶了回来。伯母，明月知道自己当年不懂事，想要自己创一番事业才能配得上思涵。可是现在我回来了，就是想跟思涵重新开始，给北北一个完整的家。好孩子，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你想回来，伯母帮你。你不是一直想离开吗？我成全你。浩然哥，你不是说我从叶思涵手里偷香无数，你就会跟我结婚吗？许嬷嬷，你还真是天真，一个被玩过的破鞋，我陈浩然怎么会要？姐姐，你被骗了，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撒尤娜拉，浩然哥。嬷嬷，嬷嬷，嬷嬷，是不是做噩梦了？思涵，你放心，有我在，不会有事。难道那些是原本许嬷嬷的结局？可我为什么会突然梦见？是不是有什么要改变了？爹地，你和妈咪都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这么紧张？谁说我紧张了？爹地撒谎是不对的，你手都出汗了。그대를바라볼때면모든게멈추죠언제부턴지나도모르게였죠어느날默默妈咪太漂亮了，我和爹地都看呆了。妈咪刚才爹地都紧张的出汗了。北北，不许胡说。燕太太，属于我们的婚礼马上要开始了。许嬷嬷，我爱你。我也是。思涵，你的婚礼怎么能不给我请柬呢？思涵，我回来了。这就是叶思涵的初恋，听说叶总喜欢了他好多年，结果秦小姐不告而别。是啊，都说这个许嬷嬷是叶总专门找来气秦小姐的，现在正主回来了，恐怕这婚事要生变了。认了吧，许嬷嬷，女主就是女主，不只是叶思涵，故事里的所有人都早就默认了她的存在。阿姨，这是我爹地妈咪的婚礼，请不要中途打扰。北北，你是北北对吗？陆文，安保是怎么看的呀？怎么什么人都放进来？抱歉，金小姐，叶总的婚礼不对外开放，没有受邀的话，请您先行离开。谁说明月没人邀请？她是我的客人，明月来我这边。许小姐，明月是思涵的故交，你该不会如此计较吧？嬷嬷，我和他真的只是故交。我信你思涵，你还没给我戴戒指呢。对啊，爹地，你还没给妈咪戴戒指呢。叶思涵，无论我能否改变命运，至少拥有过这一刻，我已经很高兴了。祝爸爸妈妈新婚快乐。思涵，我不在的这五年里，你真的让另一个人
完全取代了我的位置吗？啊，爹地妈咪，我好困呢。我们这就回家好不好？叶太太，要不要为夫也抱你回去啊？思涵，能跟我聊聊吗？啊！多大人了，怎么冒冒失失的毛病一点都没改？因为我知道，不管怎样，你都会接住我的。齐小姐，我要回家了，有什么话以后有机会再说。思涵，我知道你有了新的生活，我不该打扰你，但是我就是想跟你叙叙旧。徐小姐，抱歉，可以把思涵借给我一会儿吗？可以，当然可以。我先走了。默默，默默，思涵，我们五年没见，你连跟我说话的机会都不给我了，哪怕是看在北北的份上。我可以给你叙旧，但我希望你心里清楚，秦明月，我的心里只有许默默，任何人都无法替代他的存在。刚才叶思涵的表情一看就很担心的。夫人，总裁呢？在里面和秦小姐叙旧呢。叙旧？叙什么旧？夫人，这个时候临阵脱逃不是把总裁往别人怀里送吗？北北交给我，你赶紧回去找总裁。陆文说的对，无论如何我都不应该就这么跑了。加油。思涵，其实我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我非要离开你，就好像有一只手把我推到我不该去的地方。难道真的像默默说的那样吗？我们的命运早就被安排好了，当初他执意离开，现在突然回来，都是小说预设的剧情，他其实也没做错什么。四，我听说你们才刚认识一年，跟我们过去十几年相比，难道都比不过？错过就错过，看在我们一起长大的份上，我真心祝福你幸福。思涵，抱抱我，久等满足我最后一个心愿。对齐明月来说，我才是抢走他一切的那个人，我是不是做错了？果然，跑回就是跑回。许嬷嬷，我到底在期待什么？这一切本来就不属于你。许小姐，我们谈谈吧。我叫你来是为了什么？应该不难猜吧？之前同意你们不离婚，是因为思涵执意护着你，现在不一样。要多少才能离开思涵？自己填。想要多少都可以。没错。妈，您还真是看得起我。思涵是我儿子，他心里有谁我最清楚。既然他不好开口，那就让我来做这个恶人。聪明的人知道该怎么选，有了钱，钱去哪儿都可以。妈，我的确爱钱，但如果您想要收买，那你真是错了。那你真是错了。你就不怕思涵把你扫地出门，你一分也得不到吗？不怕，只要是叶思涵做的决定，无论好坏我都接受。但除了他，任何人都不可以插手我们之间的感情。许默默会后悔的。可我不会让他后悔。要不是北北告诉我你在这里，我都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你。我还以为许小姐，你刚刚去哪儿了？思涵找不到你，都不知道有多着急。啊，秦小姐，
既然大家都在，我就把话说清楚。默默是我唯一的老婆，也是我唯一的伴侣。只要是让她难过了，就是跟叶思涵过不去。叶思涵，你给我回来！伯母，好孩子，思涵就是一时被蒙蔽了。有北北在，早晚不得回到你的身边。伯母，南明，你有没有受欺负啊？陆文叔叔说欺负女人的都是大渣男，我爹爹就是大渣男，我以后不跟他好了。陆文，是不是我给的薪水太多了呀，让你自远道上家教了？总裁，别扣我薪水啊！夫人，多说两句啊。许嬷嬷，你究竟有什么魅力，能让叶思涵和我的孩子都喜欢？他从回来一开始就一直躲在浴室里，是不是故意不想看到我呀？北北，你妈进去多久了？25分11秒。北北，你继续帮爹地看看妈咪需不需要帮忙，答应的话，爹地给你颗糖。爹地，我马上就6岁了，用5岁小孩那招不管用了。那两颗糖。3颗糖也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女人自己哄。我怀孕的事，到底应不应该现在告诉叶思涵呢？默默，我可以进来吗？从酒店回来就一直躲着我，徐默默，你没有什么想问我的？是你自己不主动来问我，我干嘛还要追问？叶太太，你可别忘了，你是我名正言顺的妻子，吃醋的权利，你大可以尽情使用。爹地妈咪和好了，今晚我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我和秦明远之间不管做过什么事情，那都是过去。现在我的心里只有你。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信任我自己。你说这个世界是一本小说，过去的事情没有办法改变。那么爱上你，是我做过唯一一次发自内心的决定。今天是我们的婚礼，你是不是该尽一下妻子的义务？定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事成之后，好处少不了呢。为了北北和思涵的幸福，许默默，我绝对不会轻易放手。今天是我们结婚后的第一次约会，叶太太，许个愿吧。那我就许愿，我们彼此坦诚，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欺骗对方。切蛋糕吧。抱歉，嬷嬷。老宅来电话说公司要签署个文件，让我过去一趟。要不要我陪你？不用了，我马上就回来，等我一小会。啊？妈，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把明月电话拉黑了？他找你找不到，就打到我这儿来了，快接吧。什么事？思涵，我现在胃痛的厉害，你以前给我买的药叫什么药？你能不能给我送一趟？现在没空。
对不起，思涵，我不该给你添麻烦的。反正只是胃痛，又不会死人，忍忍就算了。我，妈，既然他给你打电话，就麻烦你去。思涵，你怎么能那么刻薄？就算你和明月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他好歹也是你从小长大的朋友，只是送个药而已。你要担心默默，那我就去说一声。妈，明月命运改变的确是我和默默造成的，趁这个机会和他彻底断干净也好。你怎么样了？我给你带了药丸，你先把药吃了，我送你去医院。思涵，我不想去医院，你抱抱我好吗？以前我胃疼的时候，你都会抱住我。夫人，我去跟少奶奶知会一声。慢着，不必告诉他了。趁这个机会，正好让他看清楚，谁才是思涵最在乎的女人。生病就要吃药，秦小姐，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对不起，思涵，我不该明知你结了婚还麻烦你的。别说话，我送你去医院。思涵，我就知道你心里不是完全没有我。怎么在医院？难道出了什么事了？谢谢许小姐把叶思涵接来陪我。许小姐，思涵在帮我拿报告呢，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转达。叶思涵之前跟我说的一切都是在骗我。许默默，我是绝对不会允许别人轻易抢走属于我的东西。思涵，对不起，我刚刚把水洒到你手机上了，怎么都开不了机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没事，我已经跟医生说过了，你安心住着就行。我先走了。思涵，你知道的，我从小就不敢一个人在医院，你能不能再陪陪我？我太太还等我呢，秦小姐请自重。秦小姐，你以为我看不穿你的把戏，故意吃刺激东西导致胃痛，和我母亲串得好导致我太太误会，还有我的手机也是你故意摔坏的，不是吗？思涵，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听不懂没关系，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这是我看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最后一次抱你。秦小姐，你要是再来打扰我的生活，别怪我不客气。许默默，默默，你是不是生气了呀？我向你保证再也不会。默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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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贝贝。爹地怎么了？贝贝，妈咪呢？妈咪去哪儿了？我没看见妈咪啊，妈咪不在家吗？哦，爹地，这个是晚上有人放在家门口的。贝贝，走，我们去找妈咪。
默默，好久不见。陈浩然，你敢绑架我，你就不怕叶思涵找到你吗？找我？他现在忙着跟白月光叙旧呢。况且我还给他准备了一封你的离别信，他只会认为是你主动离开。你别挣扎，你就给我老实待着。嗯、思涵，北北，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你见过我妈妈吗？是我扰乱了原本属于你们的幸福生活。北北，你妈咪她是不是不会回来了？妈咪离开是因为爹地你惹她生气了，做错事就应该道歉，爹地不找，北北自己找。哎，北北，北北，北北，你说的对，我们一起去找她。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谁说我要伤害他了？活人是争不过死人的。我要让他活着，看着叶思涵怎么抛弃他。哎，徐嬷嬷，你应该庆幸，找我来的人不想要你的命。既然这样，那就好好陪我玩一玩了。我，曾浩然，你想动我？你做梦！徐嬷嬷，你还不知道吗？叶北北就是叶思涵和秦明月的孩子，人家亲妈都回来了，还要你后妈做什么？我早就猜过，北北或许是秦明月的孩子，可真的知道，我为什么还会如此心疼？来到这儿，你的清白早就没了。只要你乖乖听话，我可以不计较。曾浩然，你以为你什么东西？敢这么和我说话？好，我就让你亲眼看看你自己的下场，你早晚都是我的。你说什么？默默她怀孕了？那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夫人知道自己怀孕的那天，正好是秦小姐回国的日子。我猜，她应该是听到了老夫人和您的对话了，这才隐瞒下来。是我不好，我不该瞒着他，让他失望。嬷嬷，你究竟在哪？总裁，你别着急，一定能很快找到夫人的。怎么样，是不是嬷嬷有消息了？总裁，夫人找到了，你还是看看热搜吧。嬷嬷绝对不会做背叛我的事情，一定是有人故意挑唆。总裁，你去哪儿？去接夫人回家。热搜的照片拍的还不错吧？原来这就是你找我的目的，想让我吐气？做梦！只可惜，现在又要换地方。哪一点比不上叶思涵？像你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和他相提并论。你这种天天泡在女人堆里的人，跟着你，我都怕你早衰。放手！你今天非要给你颜色瞧瞧。陈公子，看来你陈家是不想在江城待了。叶思涵，你怎么来了？你不是不要这个女人了吗？一声不吭就走，让我找你那么久。思涵，陆文。咬一口气，扔回曾家，告诉他们三天之内搬出江城，否则后果自负。你不是去陪秦明月了吗？还找我做什么？嬷嬷，给我个机会，我向你说明一些，好吗？嬷嬷妈咪可算找到你了，你可不知道，你不在的这几天，爹地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你再不回来，北北就没有家了。跟我回家吧，
只要你跟我回家，要打要骂都随你。真的？千真万确。那好吧，看在我们北北的面子上，我就勉强答应跟你回家吧。嗯。没想到我读了那么多书，还是中计了，是我误会你了。你知道我图怕再找不到你吗？对不起。永远不要跟我说对不起。我只希望有一天，你能完全的相信我。我是相信你，只是我没有底气相信我这个恶毒女配我们不能战胜女主光环。徐嬷嬷，在我这里你才是唯一的女主，而我就是你的底气。其实你今天能来找我，我很开心。你还不知道吗？叶北北就是叶思涵和秦明月的孩子，人家亲妈都回来了，要你后妈做啥？叶太太，你刚才说完全相信我的，怎么还有心事瞒着我？我只是在想，不管秦明月做什么，她都是北北的母亲，不能因为我……她不是我的孩子。什么？六年前，秦明月的父亲把她卖去抵债，那些人给她下了药，等我赶到。明月，醒醒，明月！直到又过去了许久，他带着北北找上了我。明月，我要离开了。这个孩子流着叶家的血，从今天开始，就当我们没认识过。哎，我愿意和你一起守住这个秘密，北北永远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家四口永远在一起。妈咪，你好不容易回来，北北也想和你一起睡。叶北北，明月呀，你身体不好，这阵子就安心住这儿。今天思涵回来吃饭，你可要好好把握机会。思涵哥，你回来了。那狐妹子跟人跑了，她是自然知道回家的。思涵，这可是明月给你做的汤。思涵哥，你尝尝。汤不错，不过我的夫人有了身孕，闻不得荤腥，请小姐自己喝吧。什么？许嬷嬷居然怀孕了？万一叶老太惦记起孙子让她留下，不行。北北，还不快请你妈咪出来啊。你不是跟陈浩然在酒店吗？怎么会？许嬷嬷，你离家出走，藏在酒店，还私会外人，我看你肚子里的孩子还不一定是谁的。伯母您别生气，我想许小姐这么做一定有她自己的原因，对吧许小姐？秦小姐这消息倒是灵通，新闻上只说是神秘男子，可没说是陈浩然找我。你怎么那么清楚？难道你和他是一伙的？没，我没有，我只是听说。思涵哥，你知道的，我怎么可能做出伤害别人的事啊？我只是担心你。就算她真是我妈妈，这么多年对我不闻不问，一回来就伤害默默妈咪，我北也不喜欢她。错没错，你心里清楚。是啊，秦小姐，你在医院还挂念着我的行踪，我还真是要谢谢你。行了行了，坐下吃饭吧。明月，你过来。妈咪吃肉肉，乖。啊，好吃吗？好吃。老公，你也尝尝。北北，这是我给你做的虾。哎呀，我家儿子对虾过敏，秦小姐的好意我们就心领了啊。
许嬷嬷，我们聊聊。秦小姐想说什么，不妨直说吧。我想让你离开叶思涵。凭什么？就凭我和他是青梅竹马，是他唯一承认过的女朋友。要不是因为我离开，你根本没有机会。是又怎么样？那是五年前，现在我才是叶思涵明媒正娶的妻子。秦小姐，你这是知三当三啊。许嬷嬷，之前忍着你是尊重你，现在你不要这份尊重就别怪我不客气。还有，既然你叫我家思涵哥哥，那是不是应该尊称我一声嫂子？哎呀，嬷嬷，思涵哥，你不要怪许小姐，都怪我惹她生气，她才把我撞到的。抱歉。我，许嬷嬷，我就知道叶思涵心里还有我。秦小姐，我是让你道歉。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惹我太太生气在先，还摔一跤，吓着我太太可怎么办？如果思涵哥真的觉得我错了，我道歉就是。对不起。老公，看不出来你对付绿茶还挺有一套的嘛。秦小姐要是喜欢坐在地上的话，那继续坐着吧。嬷嬷，我们走。啊，许嬷嬷，想让我就这么放弃，你做梦。放我下来，叶思涵，你快放我下来，被北北看见多不好啊。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什么都看不见。总赖在叶家也不是办法呀，还得想办法借叶老夫人的手把许嬷嬷这瘟神给抬走。仔细着点，这可是少爷的宝贝，水了有你好看。刘妈，什么事情让您这么生气？我帮你吧。秦小姐您来了。这是什么好东西啊，您这么紧张啊？这是少爷给老夫人求的玉佛，准备明天贺寿送给老夫人的。我这呀正准备给少爷送去呢。要不我帮你转交吧，因为我正好要去找一趟思涵。那行，那就谢谢您了，秦小姐。没想到这么快机会就来了。许嬷嬷，你完蛋了。北北，怎么是你？你爹爹呢？我爹爹不在家，你要是没事我就关门了。我妈妈可不让我跟陌生人讲话。等一下，北北，这个是刘妈让我转交给你爹爹的。还有这个，是我给你的礼物。谢谢。北北，谁在外面呢？北北，谁在外面呢？妈咪，北北，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妈咪啊？如果妈咪知道我是秦明月和爹地的孩子，会不会不喜欢我呀？这是她送我的礼物，要是妈咪不高兴，北北现在就扔掉。原来我们之间的事情已经伤害到北北了，绝对不能让北北这么想就担惊受怕的看眼色生活。北北，大人的事情不要影响到孩子，这礼物多好呀，对不对？妈咪，如果我是你讨厌的人的小孩，你还会喜欢我吗？北北，难道猜到了？不管怎么样，北北都是妈妈最爱的小孩。拉钩。妈，祝你生日快乐。祝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北北，快来奶奶这儿。妈妈，
这是我和思涵送的生日礼物，看看你喜欢吗？这怎么回事？你诚心咒我吗？妈，这不是意外，这是有人故意恶心你。你说什么？秦小姐，解释一下吧。许小姐，你怎么血口喷人呢？这个玉佛我送过去的时候，北北是亲眼看着的。你说是我，你有证据吗？你，我有证据，这玉佛就是你弄坏的。奶奶，北北不说假话，这个女人是故意在糟妈咪的。妈咪，你检查一下里面的东西，我怕那女人送来的东西对你不利。什么那个女人，你要叫她秦阿姨。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妈咪，你看，这玉佛背面被摔裂了，拿胶拼在一起，正面看不出，稍微用力就会坏掉。秦阿姨这么做是故意让妈咪惹奶奶生气的。伯母，思涵，我没有，一定是许嬷嬷教唆北北这么说的。许嬷嬷，北北这么小，你怎么能教他撒谎呢？够了，秦明月，我警告过你，再对许嬷嬷下手的话绝不客气。看这什么？看这什么？妈，妈，这监控都已经拍下来了。如果你这次再袒护秦小姐，那我无话可说。伯母，我不是故意的，我也是一时糊涂。行了，今天是我生日，这事就算了。明月的性格我了解，要不是你们把她逼急了，也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不管什么原因，我太太都不能平白受委屈。秦明月，你必须道歉。对不起。妈，我希望你弄清楚，默默才是我们叶家的。想做我叶家的媳妇可没那么容易，马上就是五年一次的慈善拍卖会，许小姐要想证明自己，那就好好把握住机会。明月，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啊。秦明月，这才是原本属于你的生活，你才是这个世界的女主角。我们已经离婚了，是许墨墨抢走了原本属于你的一切。你真的担心吗？再给我一次机会。不甘心？难道是吗？为什么这么真实？什么时候放在这儿？一切都是真的。你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明天就是拍卖会了，我不想给你丢脸。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你的底气，你可是我的叶夫人。睡觉。无爱就怪我。我去跟主办方打个招呼，一会儿过来找你。昨晚我可是通宵看了小说，许嬷嬷，你就等着出丑吧。许嬷嬷，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好啊，赌什么？就赌这些宝贝里，哪个是最值钱？我要是赢了，你不但要下跪承认自己是小三，还要把思涵让给你。我要是输了，任你处置。小说里，女主总会选择看起来最不值钱的东西，一风翻盘。这里有什么不起眼的宝贝？总裁，他们这是拿你当赌注啊，夫人该不会答应吧？我拒绝。
怎么，许小姐玩不起啊？叶思涵是人，不是你跟我的私有，我无权处置他的自由。我就知道，我的夫人是不会把我轻易让出去。不过我答应你，如果我输了，我就会和他离婚。就是他，只要抢在秦明月之前拿到，我就赢定了。不过你要是输了，你不仅要下跪道歉，还要从此在我和叶思涵的面前永远消失。徐默默，这可是你说的，我就选鱼缸里的这块石头。他什么时候盯上的？看来他虽然黑化，但女主光环却还在，这下该不会玩脱了吧？要不是我提前看了小说，看许默默刚才的眼神，恐怕真是要被抢先了。怎么样，许默默，该你选。总裁，夫人的脸色好像不太对劲啊。按我说的去吧。是。许小姐，现在认输还来得及，要不然一会儿暴露了你不识货，更丢人。别太多。小姐，我们今天是慈善拍卖业，任何东西都要走拍卖流程。很抱歉，您手里这块宝石已经有人拍了。什么？一定是叶思涵帮你作弊。敢不敢再赌一次？好啊，不过这次规则由我来定，我们就赌谁能用最接近的价格拍下藏品。小说里说着许默默就是不学无术的废物，鉴宝他不可能比得过我。秦明月作为女主肯定比我精华，要想赢他得想出出其不意的招才行。现在竞拍的是翡翠原石一块。5万。20万。20万，还有没有更高的了？20万一次，20万两次，20万三次，成交。恭喜秦小姐获得此次拍品。上给你了。下一个展出的是琉璃金尊一盏。5万。35万。35万，还有没有更高的了？许默默，你是不是疯了？5万就想买东西啊？成交，恭喜秦小姐再次获得此次拍品。在鉴宝这件事上，我的确不如秦小姐，但这花小钱输，总比丢人又丢钱的好。算你识趣，就凭我刚才拍下的宝贝，你也该输了。下一个展出的是此次的福利款。金镶玉手镯一只。这个手镯一看就是断了接过的，根本不值钱。5万。许默默，你耍我呢？从刚才到现在一直喊5万，你到底想干什么？秦小姐，我确实技不如人，少输一点是一点，是吧？算你识趣，我刚才已经拍下了宝贝，你就等着输。那既然这样，台上这件就归我了。这个镯子倒是配你的身份，一会儿我就等着看你怎么给我下跪。恭喜叶夫人获得此物。秦小姐，你一心只想拍下更贵重的东西让我丢人，却忘了我们是以更接近的价格拍下藏品，所以你输了。你算计我。这怎么能叫算计呢？是吧，老公？思涵哥，你刚才都看见了，徐默默摆明了在欺负我。我的确看见了，叶太太聪明伶俐，用最低价格赢得了赌注，很有我的福分。叶思涵，你就这么护着他吗？秦小姐，这是什么话？我和思涵是夫妻，他不护着我，还能护着谁啊？刚才要不是我帮你，某人
这该跟我提离婚的人，那是意外。再说了，我提离婚，你也可以不答应。Don't act so special。 叶总，你怎么那么不分场合？我们都是夫妻，还分什么场合呢？记住，想跟我离婚，您都没有。好，这次算我输。徐默默，再有下次，绝对不会让你这么得意。慢着，秦小姐，你是不是忘了还有谁事没做？比如夏桂。许墨，你别忘了我身后还有叶老太太撑腰。事情做这么绝，你就不怕被赶出叶家吗？他不用管，他想做什么，自然由我给他撑。思涵哥，许墨墨耍诈，现在还要威胁我，你就任由他这么欺负我吗？别装了，是你挑衅我太太在先。还有，既然赌，那就愿赌服输。是啊，秦小姐，你说的那么多话，大家可都听见了。难道你要出尔反尔吗？思涵，我今天要是真的跪，以后怎么有脸面见人呢？我们这么多年情分，你当真一点不为我考虑吗？当时你挑衅我太太的时候，有考虑过她的脸面？是啊，秦小姐，快点，大家都等不及。想让我下跪？想得美！你敢打我？敢不敢？秦小姐不是已经有答了？叶思涵，你这么对我，就不怕北北知道你是这么对他亲生母亲吗？秦明月，我警告你，别打北北主意，听明白了吗？我们走。看什么看？叶思涵反应那么激烈，难道许默默和叶北北都不知道北北是我的孩子？老公，你怎么了？我只是担心秦明月狗急跳墙，对北北不利。老公放心，只要我们一家人心在一起，一定会没事的。喂，哪位？北北，我是你的亲生妈咪。我是你的亲生妈咪。那个女人回来找我，是不是又没安好心？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挂了。北北，妈咪知道你一直在怪我没有回来找你，妈咪知道错了。你难道真的不想看一下亲生妈咪吗？默默妈咪也是从不好到好的，她是我亲妈咪，我也应该给她一次机会。北北，妈咪就知道你一定不会让妈咪难过。妈咪今天带你好好玩，去哪儿都行。不过我们要对爹地保密哦。为什么？因为你的默默妈咪要是知道你背着她来见我，她会难过的。你也不希望他们难过，对不对？嗯。走。北北，妈咪回来了。北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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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睡着了？北北不见了。电话也关机了，定位也找不到。一定是被秦明月带走了。封锁所有出城的道路，一定要把北北找出来。还有游乐场和儿童乐园，凡是有孩子出现的地方都不能放过。是。妈咪，怎么天都黑了，我们这是在哪儿？我的手表呢？我要给爹地打电话。被我扔了，你爹地一时半会找不到我。你要带我去哪儿？北北不安，只要你听话，妈妈不会伤害你。妈妈只是带你出去玩。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要去找爹地，我不想和你在一起。你一回来就骗我，你是个坏女人。你不
不是我妈咪，默默妈咪才是。闭嘴！许默默才是那个坏人，他把叶思涵的魂都勾了，害我们一家三口不能团聚。你为什么不恨他？你为什么还要护着他？北北乖，妈妈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听话啊！救命啊！有人拐卖小孩！该死，早知道就不该心软，把这小孩要晕就没这么多事。北北，北北，我看见北北了，快下车！妈咪，摸摸妈咪。爹地妈咪救我。你闭嘴，你白眼狼。她不是你妈，我才是。秦明月，你这到底想干什么？北北是无辜的，放开她。许默默，你不知道吧，叶北北是我跟叶思涵的孩子。思涵，你要是现在离婚的话，我们一家三口还能团聚。你难道不想给北北一个完整的童年吗？够了。秦明月，毁掉北北童年的人是你，不是我。不信你问问他，想不想看到自己的亲生母亲是现在的样子？秦明月，你疯了呀！他是你亲儿子呀！你过来！你要是敢动我，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到我们！秦明月，你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一切都是这个贱人害的，都是你自己作孽。没人逼你做这些坏事，是你自己活成了反派。我骗了许默默，难道不是你肆意更改故事走向，不是你抢走了属于我的女主结局吗？拍卖会之前我就知道了，有个声音告诉我，许默默本该在我回来之前就跟你离婚，他根本就不该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叶思涵，你早就知道了一切，为什么你要放弃我？明明我们两个才是一对，为什么让别人来取代我，抢走属于我的一切？正是因为我不受人控制了，所以我才知道谁才是我真正想要的。借口，全是借口，只要把它除掉，一切就都回到正轨。默默，承认是我影响了你原本的声音，抛开我，没有人逼你做坏事，是你自己活成了反派。当初如果不是叶思涵控制不住自己，我怎么会怀胎孩子？怎么会杜清源走汤路？他凭什么不等我？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你。怎么，叶思涵，你怕他离开连承认都不敢了是吗？思涵没有骗你，北北不是他的孩子。你说什么不可能？我刚才把亲子鉴定发到你手机上了，你不信的话可以重新检查一下，但我希望你明白北北是无辜的。不可能，不可能，你骗我，这一切都是你骗我的。秦明月，你一开始是受害者，思涵对你好是他心甘情愿，只是你选择离开，不该再逼一个人等你。所以一开始就是我的错，为什么全是我的错？既然你没有起，那就由我来结束。秦明远，默默，默默，妈咪。妈咪怎么了？别吓北北。默默别说，我叫救护车。坚持住，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好。思涵，思涵，别害怕，北北没事就好。妈咪，北北没事。妈咪对不起，北北不应该乱跑。陆文，救护车呢？马上就到。我不要去聆听所谓的你。拼了命的找寻，我很庆幸能遇见你们，我很高兴。
心头苍凉，月色照亮，世界在你眼眸暗射形状。三，对不起，我是时候该离开了。诗言，白白不要走，白白不让你走。你是我被遗忘的，很想永远。落在你们身边。听见吗？我听见。跨越的伤，奔向你的胸膛。你是我长发如织的梦想。也是我一道树下的愿望，梦见你回笼中。我这是穿回来了，难道这一切都是我的一场梦？那我肚子里的孩子呢？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是梦呢？女主许墨墨。许默默说的对，是我自己选择做了恶人。如果你愿意的话，北北还是留给你。我不配做他的母亲，对不起。如果可以，我希望我能换取默默回来。叶思涵，傻子才跟你离婚。叶思涵，你快放我下来，被北北看见多不好啊。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什么都看不见。啊！哦爹爹，妈咪她真的不会回来了吗？弟弟也不知道，如果他不回来，我们就去找他，好吗？嗯。我肚子里的孩子还在，那是不是说明小说里的人也可以来到现实世界？那思涵和北北，妈咪，妈咪。穿越了千个万个世界线里，人海里想你，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